今日大车坐，各位大家平安。咱谢谢，咱台湾人爱知影家己的历史，所以开这课程。台湾历史吼，过去拢予人黑白写。也是不爱跟你讲，啊，今仔日要讲这个日本时代吼，林萧鸟，吼，咱的日本时代吼，咱这个节目吼，假有一个网址，这个网址是台湾US.net。一撇 history 哈、哦，这内底有一百万字，我写几本字哈、哦，为荷兰时代、和据时期哈、哦，啊，加刷落就是郑氏王朝、李成功刷落就是满清据台213，213年，满清据台，搁刷落就是这个日治时期，哈、哦。啊，日治时期以后，都阁写一本书叫做《罗列》。哦，啊，尾就我去读神学院，出来我就写一本《圣经》甲台湾，差不多拢总有超过一百万字啊！吼、哦，在内底。啊，你去看面子，啊，那面子，因为我家己感觉我的历史，我唔捌，我过去唔捌。啊，唔捌拄到两项代志，一项代志就是讲，吴凤这個人这個、故事是假的，奇怪咧，啊，我过去读说学校都说他个这是真伟大的人来假，哦，啊，我过去过一间吴凤庙，哎、欸，啊，我唔就去用西龙，奇怪咧。啊，一个一项代志，就是在荷兰时代有一个咱台湾民族英雄，叫做季怀义，到刚刚个姓季，啊，我拢唔知伊，那叫做季怀义，啊，我全有时间，我全都进美即个国家图书馆哦去研究，啊，因为我会晓拍电脑，我电脑汉字一分钟拍80字。啊，所以我用个无虾米啦吼，无虾米吼，啊无虾米拍吼，啊都我都记录，真紧都记录起来，啊我看现在就拍现在，看现在就拍现在，吼，啊嘛抄人的真侪资，啊所以抄出来，啊我有即块资料，我带网站公布给人，啊我嘛有印制出来，吼，啊你若有趣味就买，吼，啊会使免钱享受，啊因为等。咱们民政府在上课吼，逐期吼，我拢上无同款的内容，哦啊，所以你也可以去回顾，为第一期开始，哦，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吼，拢也可以看到，到到55期吼，落逐期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们讲以前，和大家知影讲，咱台湾，哦啊，这台湾历史嘛真趣味咧。这个2002年，咱的秘书长偷渡金门呐、啊，哦，为金门受罪过来。啊，人到啊台北了，到啊台北就做环球电视公司的总经理。啊，做环球电视公司总经理，就要找一个捌台湾历史的人，盖他们电视来主持啦，啊都。因为职员都介绍我，吼、哦，啊介绍我，啊都我都去，哎、欸、啊一谈即合，啊所以阮当面电视顶头讲，73小时啊，吼、哦，两个当面电视顶头讲73小时，啊这个东西我灌输这個台湾意识可以，我知，和你知影讲，你的先做是办什么代志？啊，咱袂使讲，我先做什么名，我唔知啊。
连名都唔知啊！你要安怎对台湾有贡献？这真困难。啊，但想来想去，都变成中国人咧，哦，这就糟糕了。哦，所以这个历史的经过，吼，阿好大家知影一下。这个我写这伟大的台湾人哦，就是讲咱台湾人哦，在日本人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吼，咱有抗争，啊，这个抗争哦，虽然是加发一个遐发一个真侪所在发，吼，啊，但是有这么侪记录，吼，啊，可能大家拢唔知呀，所以安尼个来给讲解讲，即个台湾人。伊不爱做奴隶，吼、哦，啊，专控制日本，哦，这是咧家己翻啊山，单发出来武装抗日，哦，啊，伊是为1895年开始到1900年，哦，啊，这个在这翻啊山的迄个所在吼，这个已经在满清政府时变作一个独立政府的形态了，哦，因。在番仔山组织300-400人抗日义民军，吼、哦、啊，随时就是甲日本人甲协消灭，吼、哦。所以日本军在1895年，吼、哦，专吼、哦、大量甲做啊，这是蔡阳软死去，吼、哦、啊，这是。大体上讲，有这个代志，你爱知影吼。啊，那要较知影较详细吼，去网站看。哦，啊，这是讲迄阵的地图啦，吼。哦，这是用我即马Google download 的。哦，啊，日本兵吼上大的厉害，就是用个大炮就甲你弄。伊若近距离搏斗吼，无一定。不一定咱会输啦，吼、哦！啊，那远距离的群，伊大炮甲你弄，吼、哦！啊，迄阵台湾人渐渐有枪，为倒来，就是为日军遐抢来，为派出所抢过来，吼、哦！啊，这个日本军哦，当然无不能够成立，互你成立独立政府的迄个形态啦，吼、哦！所以。多次来各个击破吼、哦、啊，所以这个就转散去吼、哦，这个这支军队转散去哦。洪山阿公店吼，冇、哦、武装抗日时间吼、哦、是1996年到加1902年哦，这是6、7、8、9、10、11、12哦，有7年的时间啦吼、哦。啊，因用各种的方法，哦，啊，将来犯的日军击毙数人，哦，等等，哦，啊，日本人挡袂掉，哦，啊，这嘛是一个地图，哦，甲你讲伊发生的地点嘛，吼。哦，啊，洪山一带，在洪山一带，吼，抗日的领袖郑吉生，哦，在1896年。因为1895年是日本军登陆台湾的时阵啦吼，7月14日吼，带500-600名的义民军吼，定啦来打日本军啦。啊，明明知讲家己武力输人嘛，但是嘛是要甲你打。吼，即个情形拢是安尼啊，所以我这写这伟大的台湾人哦，就是讲，都明明知讲我输你咧。哦，我查你真远咧，嘛是甲你见，哦。哦，啊，9月见多位吼，啊，12月个见多位吼，啊，按派攻击派出所吼，哦，12月14日吼，个见哦，啊。当中27个人见死哈，啊！日本军不堪多次受辱，哦，所以组织讨伐队，在1895年哦，
来建。啊，即马台湾的这个移民军哦，怎讲哦，咱无法度正面跟你对抗，转哦个游击战，打了就跑。哦，啊，日本人因为建不赢，转哦大虐杀了，这个阿公点这个所在哦，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虐杀。哦，啊，这样代志叫做阿公点大虐杀。哦，这是让咱知讲有即挂代志安尼在发生了吼。哦，这是在1898年11月25到27，吼。啊，所以这阿公店迄部分吼，诶，这个抗日的军队全在消失去，吼。啊，即摆就讲到咱咧今日讲的主角林小鸟，哦，林小鸟又做林少猫啦，这个是。小鸟唔来是多一个小，吼、哦，林小猫啦吼。伊、哦、抗战对日本的抗战是6年5个月，哦，这个时间无短，啊无短时间哦，伊做啥代志？哦，本来在这个洪山迄个所在吼，伊、哦、的首领是田吉生啦，吼、哦，啊田吉生。然后，伊带1000多人去响应。哎、欸，日本来占台湾，已经到了过1-2年了后，还阁有1000多人起来来个反抗日本人。哦，这毋是讲提前该买就有，都是家己愿意要来抗日的啦。吼、哦，啊，因为出兵1000人，所以日本军一定来拍，所以要就因着四散。往个山吼，山去吼，但是郑吉生在1897年1月吼，家己拍到家己的脚吼，枪拍到家己的脚吼，啊，流血过多就死去啊吼。啊，即马换林小鸟出来，林小鸟吼，原名林义成，住喺阿狗，阿狗对即马咱讲的屏东，对对对。哦，屏东，屏东叫阿狗啦吼。啊，1895年日本军来的时阵吼，伊就开始改进啦。啊，伊这个林小鸟甲北部的甘大西吼，啊甲中部的瓜地好，台湾人吼，该讲做抗日三兵，这个爱记掉。北部甘大西，中部瓜地好，啊南部林小鸟。啊，一只虎，一只狮，啊，一只猫，吼、哦，家己本人猫啊，安尼吼，吼、哦，啊，这是抗日三兵吼、哦。以前这个甘大西部分讲过啊，吼，啊，瓜地虎也讲过啊，吼，吼，啊，即嘛就是讲南部林小鸟的部分。这是林小鸟的照片啦，吼、哦。这个照片当时在1895年了后，这个、照相技术都开始有啊，大概迄个时阵都有啦，哦，可能较早无几年啦吼，哦，啊，所以当时那主要讲有抓到有安怎的时阵哦，都甲你翕一个相起来，哦，伊了4月25日抗日。哦，4月25日，带300多人去拍这潮州宪兵屯所。哦，9月13日，佫带200多人去拍倒位。哦，啊，10月佫为带400多人佫去拍倒位。啊，11月佫去拍这内埔。哦，击毙警察4人。哈、哦，哎，这真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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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敢挡会掉？哦，挡袂掉。啊，讲挡袂牢无要紧，即林小鸟阁去占潮州城，吼、哦，潮州是算讲伫屏东算讲大个都市啦，吼、哦，阁去占，啊，占着吼，占着再来举办一个受降仪式，吼、哦，日本人来导航，吼、哦，毋是咱台湾人导航日本人，日本人受降仪式，啊，占着即个潮州城，潮州城阁占着。啊！伊讲吼，
晚清时代为了分，为了管理的容易管理台湾哦，用个分化政策，甲台湾人分做葫芦人、客家人、甲番啊，啊葫芦人佫分做漳州人、泉州人，哦，造成族群械斗，哦，啊即嘛即回哦，伊就讲咱爱突破即个范围。专哦，用原住民系台湾人甲汉人系台湾人对抗日本人，哦，这有一个改变哦。啊，原住民系台湾人甲汉人系台湾人，啊，都汉人系台湾人都包括客家人、漳州、泉州哦。伊成功进入潮州城，吼、哦，啊！入城了后，甲日本的潮州办事处署长拍死，吼、哦！啊，在城内举行日人受降仪式，这个是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哦。啊，日本人吼、哦，你潮州去用占去啊，啊，你要安怎处理？伊就派陆军来。兼派海军来，哦，海军因为有大炮，会使弄个潮州城来，哦，把这个义民军吼、哦、赶到潮州城外，哦，所以吼、哦，这個、你无法度正面抵抗迄个日本军的大军了吼、哦，所以日本军。全哦，用个海军的大炮哦，啊，这是咱想袂到。那陆军的部分哦，咱会使派兵马他们头前给挡掉。啊，伊即马刷落去围攻恒春城啦，哦，恒春就是咱台湾马六甲哦，有一个恒春城哦。十一月，日本军吼大扫荡，为十一月十二日开始，二十三日到，哦，这十二天，和日本军台死的人有228人，罗家有324人，啊，伊抢到枪哦，台湾人的枪有52支，哦，啊，这个爱知影讲，和当时日本人台死有2053人。被捕下狱2000人，哈、哦，厝去用烧5800几间，啊，枪哦1174支，哦，这个资料为倒来，这个资料哦，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日本人，向山宽夫，啊，二次世界大战了去用遣送到日本去。啊，去日本的时阵，伊尾手长大就去读日本，东京帝大了哈，东京大学啊，历史系啊，历史系专就写讲，哎，过去在台湾啊，都啊研究台湾历史，啊，伊个是日本人，所以会使甲日本政府的迄个资料拢摕在看，哦，所以即个资料是为伊遐得到，哦，向山宽夫。啊！日本人上受不了，就是讲在潮州城吼，举行日本人向台湾人投降的典礼了。啊，这是在1898年的代志吼，98就是95、96、97、98，已经头尾年已经第四年啊吼，也够有这么大的反抗的力量吼。啊，起码有围攻。围攻迄个恒春城哦，恒春城边啊有一座山吼，叫做虎头山，所以要去抢虎头山哦。啊，日本军佫用过即个军舰，叫做凯旋号，为海拍炮过来。陆地咱有即、這个，咱有兵马在挡日本军，但是海上你都无法度挡哦，所以
为恒春城里在一缸料的腿，恒春城没有不该拍来，哦哦，这就是在恒春的这所在了哈，啊，这是牡丹的哈，啊，这狮子香，您在狮子香是这名安怎来哦？您那开纵贯哦，哎，一个南北纵贯道路一号。一号道路哈，你是高速公路哈，一号道路，诶，经过是狮子乡，啊，狮子乡都这个、这个、这个多点，这有形是狮子哦，因为台湾啊无出山西咧，啊你我拜这狮子乡的乡长讲，诶，啊恁这乡内叫做狮子山、狮子乡，哦，啊你有形一只西无，敢那像一个人头咧哈。嘿嘿，但是应该这里所在好做狮子乡了哈，所以狮子乡的乡长们来家受恩给，啊，这是日本军的一个凯旋轮，伊用个这个为海上怕跑来横村这边，啊，日本人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伊用过一个骗术啦吼，要安怎甲抓到林小鸟？你安尼只只安加一个遐个加一个吼，啊！我要抓你也抓袂到，要安怎？都找到高阳哦，打狗吼，诶，有钱人哦，叫做陈忠和，哦，哎，还有其他的人啦吼，哦，黄沙龟长，龟长就是大概就是即马讲市长啦吼。但孝山哈啊，洪山林吉章哈，等等，哦，阿狗就是屏东的办务署的参事哦，苏分体哦，一起对林小鸟来做说服工作，哦，啊，这个人，这挂人一起哦，加咧山了哦，当时你也知道林小鸟的囝哦。已经被日本抓，日本人抓去，所以要用个什么方式叫林小鸟来投降？啊，林小鸟认为因囝来死去吼，嘛是正当的代志，所以不为所动。吼、哦，陈忠和是啥人？吼、哦，伊个囝陈克川呐、啊。你也知道你。老爸还是阿公做唔到代志吼，咱爱提出来讲，吼，提出来讲哦。伊囝陈克川是前高高雄市的市长，孙陈天茂是嘉义市诶高雄市的议会议长，孙陈建平是立法委员，三个拢国民党。这个我甲咱林博士、林秘书长吼，第一讲台湾历史吼，啊，那停起来，那73集那做以后那停起来，都、就是在讲到这个郭先生、顾先生，啊，顾先生个后代吼，也阁真有势力，像压力，甲环球电视下压力，所以我们节目不得不停。啊，这赶快哦！啊，这赶快，陈忠和，这里有陈天茂，这可能大家熟了哈。前后担任议长多达18年了哈，那么长得人模人样哈。啊，叫这个陈忠和去做什么代志呢？陈忠和专吼，甜言蜜语啦吼，啊，伊去找陈忠和，用个郭先生为例啦吼，讲郭先生支持日本人，日本人也对伊袂歹，哦啊，最近伊得到台湾盐务总管的迄个组合长，就是台湾的盐
和这个郭先生独占，哦，利益真大啦，吼，哦，这用个钱的诱惑，哦，啊，一个林机章嘛是一唱一和啦，吼，哦，用个制作运输顶的利益啊来一唱一和甲陈忠和，哦，啊，林小鸟的伊个实际情形哦，真。迄，那个情形真歹啦，所以吼，一个后藤新平吼，吼嘛，甲即个中国个要安怎管理人个这制度吼，叫做保甲条例吼，就是讲连坐法，吼连坐法，甲你囥个即个，管理台湾人个。方法的吼，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吼，林小鸟会处境真困扰吼。所以当时吼，匪徒警察就可以肆意屠杀的法令了吼。1897年到1901年五年间吼，有8,030人被抓去啊。处死死刑的3,473人，哦，啊，1902年，阁有4,581人执行死刑了，吼，哦。所以因这恐吓这个林小鸟，啊，林小鸟无言以对了，吼，哦，所以林小鸟讲好，我吼，哦，要求十大要求了，吼，哦，吼。你若准，我就来投降啦。吼，哦，第一，爱同意林小鸟住喺后壁林啦吼。第二，后壁林的即个所在吼，免除交税，你袂使当只扣税金。吼，哦，啊，你个官员，第三，你个官员袂使来即后壁林。吼，哦，啊，啊，那做那个部署犯罪吼。哦伊个剥削有犯罪吼，会使来来控告，来林小鸟家控告。日本人袂使家己都去掠人，袂使。哦，啊，迄，那个所在若有犯罪吼，林小鸟吼掠来再来交予官府。哦，啊，同意林小鸟携带武器。哦，这就是讲你有这个自主权啦，吼。携带武器，那阵啊，予日本人抓到吼，你爱林小鸟来，你爱还交释放了吼，啊，保护林小鸟以前的债权吼，啊，甲财产，啊，无追究林小鸟以前的死灰啦吼，日本应诚意对待这林小鸟吼，啊，日本当局。应该给林小鸟补助金2,000元，啊，就爱国讲着钱，都爱国2,000元，2,000元是偌侪钱呢？大概迄阵300元都会使买一个连战的阿公吼，连横300元都会使买啊！啊，连战阿公摕着300元了，叫台湾人配嘴烂，吼，啊，全砸着300元全飞去中国。哦，啊，所以去中国生活是真艰苦，哦，所以连接出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哦，那根据这看起来，啊，开这十个条件，就是讲我这是独立政府，哦，日本人讲 OK， 啊，那日本人讲 OK， 因为后藤新平讲，你若跟人谈判哦，袂输上一堆灰。啊，这个火会射去，啊，射你就献上嘛。哦，有如枯萎的花朵，哦，啊，但是同意，哦，但是同意这是一个，5月20日同意，到啊5月25日，过五天来尔吼，日本人就集合，台南、凤山、阿高。完了了，这是基山啦吼，
厅长吼，甲第三女、第四个讲吼，要突击林小鸟的厝，甲你答应吼，五天开始啊，哦，突击林小鸟的厝，哦，啊转迄日转落去讲林小鸟的厝，啊厝的时阵啊大炮在遐嘛拍。哦，啊！但是拍不起波，嘛唔敢入去。到啊黄昏，再入去。啊！迄阵该算吼，当场死去的人吼，有查甫41人，查某25个人，儿童10个，拢总76个人。吼、哦！啊！林小鸟甲因某斗阵死去。吼、哦！啊！日本人踮咧后壁林吼，这所在吼，也是杀着遐居民50人啦，56个人吼，啊，搁掠32个人，吼，啊，所以日本搁假借抗日义民嫌疑犯的罪名，杀320个人，吼，所以这就是这林小鸟抗日的过程吼，伊有占着潮州城、围攻恒春城，吼，啊。抗战6年，吼、哦，啊，日本最后出尔反尔，改迄个偷袭，啊，这是林小鸟的遗体啦，吼、哦，这照片不太好，哦，但是就是讲一死了会整形这款的。这个是吼第一阶段，咱台湾人对日本的抗争吼第一阶段吼，伊是1895年5月29日，5月29日迄天是登陆的澳队吼，到啊这个，到啊到10月23为止，这是占着这个。台南城，吼、哦，这是头一阶段，就是开6个月的时间，吼、哦，才占着台湾的西部的迄个大都市。第二阶段就是咱讲的这个台湾人7年的会战，7年的会战是为吼、哦，为头开始到啊1902年5月30日林小鸟死为止啦，吼、哦。这有7年，95、96、97、98、99、00、01、02，吼，头尾年是8年啦，吼，吼，但是实际上是满7年啦，吼。啊，这个时阵第二阶段，以日本人地方法院宣布的吼，有4390个案，互抓去6000多人，判死刑。3200人，哦，啊，临时处分哦，行政处分哦，算的迄挂人哦，不算少了吼，向拍死不算少，向抓去啊去经过法院的吼，都有算，啊，即卖刷了第二阶段，到个林小鸟的时阵解决啦，这是7年会战，啊，7年会战跟台湾都平落来，无，吼，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到啊1916年西南岸事件，哦，西南岸事件就是第达巴尼就是即卖玉井，哦，西南岸事件哦，有14年的武装抗日，哦，啊，总计哦，咱台湾人抗日21年，啊，什么8年抗战有厉害无？一点都不厉害嘞，咱这21年嘞。咱爱知影讲，咱台湾人哦，唔惊死哦，啊，那登山人惊死，爱死个爱面子。这就是讲，为什么写这本书题目叫做《伟大的台湾人》？台湾人真伟大，家己莫该看轻家己爱讲，咱这是伟大的民族。日本人在1934年，在台北植物园，植物园在建国中央对面哈，
建立建功神社，哈、哦，纪念在日本在台湾死去的日本人，哦，13,182个人，啊、哦，这个数字我看是大概较正确啦，13,000多人啊，哈、哦，日本人死在台湾，伊嘛付出惨痛的代价，啊、哦，啊，这都是建功神社，哈、哦，即嘛即个即、這个即、這个鸟居哦，已经拆一煞啊。这个还有在，还有在的。哦，啊，刷落，咱就爱讲，咱台湾人，不是干那安尼就结果结束啊。咱还有武装起义14年，哦，1902年林萧孬死亡了后，哦，台湾武装抗日7年平息。总督府想讲安怎解决来个吼，但是众多真侪台湾人伫找机会，要发动对日的起义的事件哦。啊，这14年期间吼，咱台湾人的各种的迄个抗日的代志吼，都遮来讲，予大家来了解。哦，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除了要人民顺从外，对土地哦掠夺、金融独占、企业达成台湾经济命脉，哦，啊，成立六三法。什么叫做六三法呢？总督讲的话就是法律，哦，啊、所以我随时改法律，随时要改就改啊，吼、哦。所以这六神法，这是一个恶法了哈。哦，地质调查，地质调查的时阵哦，这个有两项代志爱提出来讲。一项就是过去满清政府在土地里爱搞，你产爱搞税金嘛。啊，你搞税金的时阵，啊就。满清政府的迄个官员拢，大家拢贪污嘛。啊，你有几家产？啊，其实有100家，伊讲50家，吼、哦，啊，都甲你收50家的产租，吼、哦，啊，剩50家就涨出来。啊，即款换一个政府来吼，啊，你有几家？50家，哦，50家得到围起来吼，啊，剩的拢我的，安尼，吼、哦，啊，所以第六港吼。哦中出400家，啊，400家全哦，日本政府全哦，郭先生、辜先生，所以辜先生冒掉，啊，啊，还佫一个就是哦，咱对土地的认识，佮日本人对土地的认识无共款，咱对山区有一寡树拿，哦，有树树林。啊，即挂树树林，你要去抽查会使，我要去嘛会使，迄是属于公共财，袂输海洋共款。你要去掠鱼，你掠鱼，我嘛要来掠鱼。啊，你掠到是你的，啊，我掠到是我的。哦，但是日本人无共款，日本人都把这山林吼拢划分清楚。哦，啊，想讲迄种公共财吼，拢变作日本政府的。哦，啊，即嘛真啰嗦。很大的，现在为了这土地吼，引起很多纷争。啊，现在就讲北部起义事件，吼，这在1907年，吼，因为日本人强占平地田园土地，吼，啊，侵入了原住民系台湾人居住地方。这个日本资本家看到台湾有樟脑林，吼、哦，樟脑是啥物？樟脑是咱台湾的特产，每年咱的出口量哦是全世界的70%，所以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当时迄个药品也无发达的时阵哦，这个樟脑哦是要治疗这个。哎、欸，这个我帮阿汤加掉了哈，就是医疗用品哈、哦。
所以咱台湾有真好诶收入，吼、哦、啊，为着上路诶过去，咱就发生一场战争，叫做上路战争，吼、哦，满清政府甲英国落去拍一场，啊，英国派50,000兵登陆，啊，满清政府派300,000，300,000挡袂过50,000，吼、哦，啊，第啊，这战争吼、哦。真紧就煞，所以毋是参照鸦片战争吼，哦，遐尼出名。日本人嘛是巧巧啊，伊学这满清时代分化政策，以台制台，啊个爱用政策吼，可奴役汉人系台湾人吼。哦甲义勇、甲诺丁、诺丁是啥物？上诺保护上诺的壮丁吼，吼，这是一种武力啦吼。哦，借此汉人义勇甲诺丁压迫下的原住民系台湾人。哦，1907年第五代总督佐久间佐马太吼。入侵原住民系的迄个所在吼，啊，全甲原住民发生斗争咧吼，啊，因就个叫做讨伐作战吼，派日本军队甲警察吼，但是派去死伤惨重吼，啊，所以都吼调一寡汉人伫北部的汉人吼，爱用去支持大扩坎吼，但是。台湾人就会想咧，咱拢平民台湾人，啊，奈受到日本的迄个日本人的操作，吼、哦，啊，无应该变作日本人的糟糕，互相砍杀啦，吼、哦。所以伫在北部的这个著名蔡清林，吼、哦，迄阵27岁，吼、哦，伊讲啊，这时间到，咱来反击日本。啊，这是第五任的总督，在台湾总督吼，5年武力镇压原住民行动中吼，造成了日本警察甲职工2,862个人死亡，5,000多人轻重伤，哦，这就是这总督吼。啊，这他都讲到蔡清林哦，哦，伊都招伊个朋友来，吼、哦，啊，招伊个朋友来，啊来落去来个日本人进谏了，吼、哦，哦，袂使利用我们这些爱勇哦，就是防原住民的人哦，啊，再来打原住民。咱就甲原住民联合起来来拍日本人，吼、哦！啊，全安尼落去甲日本人落去战，吼、哦！吼、哦，就是袂使吼，袂使分化，袂使咱台湾人哦，这边诶原住民系的台湾人甲汉人系的台湾人两个小台啊，在日本人坐收渔利啦，吼、哦！不使啦吼，啊，这个东西已经看出来啊，啊，就嘛有实行，哦。啊，伊哦，嘛趁机哦，集合了100多个人，吼、哦，甲24名的原住民，吼、哦，在1907年11月14日。暗时起义，哦，啊，伊劫持安民，光复中兴总裁的妻子，联合了汉人系台湾人甲原住民系台湾人，哦，连续袭击一堆所在啦，嘉里山啦，东边的头啦，吼、哦，顶顶的所在，真侪太平警察官派出所，吼、哦。来攻击，哦，杀了厅长，
警察16个人，加家眷24人，日本人15名。哎，这是大事件呢。哦，日本人是厅长、警察，啊个家眷，啊个日本人，拢死去了吼。这款的代志吼，国民党政府嘛摆布。哦，咱爱知影有这款代志，啊，别就那。咱对日本人的观感的变化，为这经脉变得真好吼，以后就讲会到了吼。北部迄、那个迄、那个地区的日本人差不多拢用台式啊吼。第五林的中毒知影了吼，啊，无清楚为什么那变做安尼，所以吼、哦，专派120个人吼。回动警察队，哦，实行讨伐，哦，啊，这个蔡清凌所率领的迄个临时起义，哦，组织散漫的迄个爱勇，哦，甘诺丁，哦，群起响应，原住民同胞，哦，200多人，塞夏族为主，哦，啊，编告迄个日本编，因这编告最先论，哦。直扑新竹城，但是伫半路中拄到日本军吼，诶，军队整队吼，有旧炮、机关枪的重装备，吼，啊来，啊，看到即挂日本军队，诶，哇，那设备遐尼赞，未经战场的迄个群众一见哦，就心慌，哦，啊，都溃散，不要未见都散去啊啦。要不跟人相见哦，这想讲要杀日本人简单嘞，但是看到日本军队来的时候，啊，个日本人发动保甲制度，吼、哦，啊，就抓人，哦，啊，这个蔡清凌哦，去毕业这大义社头目戴太郎，哦，一出位，啊，去往出位去。戴太郎伊嘛是连装保甲法的压力下吼，啊，失去台湾人的立场吼，啊，甲这个蔡清凌抬死了，甲日本人报功吼，啊，所以日本军队吼，现在就入去北部吼，啊，起义互抬死81个人，啊，自杀的有10个，啊，互掠去100人，吼，等等。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北部连续发生2次抗日，啊，头一边是1895年江少祖率领湘勇，哦，即个北部是在多，北部在新竹，哦，啊，这就是这大概拢是江少祖，我知道是客家人啦，哈，啊，但是这个。也是蔡清凌，可能也是客家人啦吼。啊，这都去用消灭去啊吼。啊，来还佫一个事件叫林记波事件吼。哦，1912年3月23日起义，哦，这是不是有系统的起义？这是讲这个所在起义，啊，迄个所在起义，哦，互相关联性无够大啦吼。哦，这个1895年，总督府发表了《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啊，规定，若无所有权证，吼、哦，啊，无证足够的证明土地的买卖，诶，山林土地一律收归官有。就是我头拄仔讲过，讲山有地，山地吼、哦，咱台湾人的迄个意识内底是讲共有财。哦，大家拢有份的啦，袂使讲某一个人去接。啊，日本人的观念无共款，伊是讲爱划分清楚，多些山属啥人的。所以你若要去伫晚清的时代吼，你若要去山顶吼要凑杂吼，哦，啊，你就去凑嘛，哦。
啊，但是日本人吼、哦，就变作私有啊，吼啊，一收为官用，啊，再放领吼日本资本家哦，我独享哦，哦，独享吼、哦。啊，日本人嘛是去调查土地吼、哦，啊，对土地上的资源啊真了解。啊，这个、日本的迄个资本家，哎，我台湾有这么多宝贝吼，伊嘛要插一卡，所以1908年三菱株式会社吼，在嘉义、竹山、斗六15000家的迄个顶拿所有权吼，经由总督府以无主山林为理由。没收为官有，啊，达个委托经营的方式，甲土地给三菱公司吼、哦、来经营，啊，三菱就专门拿来种哦，三菱制纸厂，砍伐竹林成为制纸的原料，这都是伊占这个所在吼，这土这所在就本来就是。这林地哦，顶那地哦，可能有主人，但是伊讲，可能有主人啊，但是伊因为伊有法律规定哦，伊有法律规定，所以哦，变作官有诶。啊，官有伊在放领户，日本的私人的企业落去经营，吼、哦。这当中有187000家，吼、哦，187000家到底偌济？187000家以前哦，这个郑成功在台湾吼、哦、的开拓吼、哦，到甲满清政府来的时候哦，咱台湾的土地吼、哦、是18000家。开发出来18000家，哦，啊，18000家，中国迄个满清的大将哦，死拢7500家，第一落地下落去，哦，哦，所以咱台湾的土地都安尼瓜分啦，哦，啊，这个土地18700家，这山区的啦，吼，台湾的山地的定拿吼，所有权吼。为清国来哦，拢无讲确定啦，啊啊，无人讲我要来拥有这片山啦，对个啦，无人啦吼。因对这个山林的的认识，敢那讲河川，你要安怎去拥有一条河？河流哎，淡水河外，干咩事呢？淡水河袂大家的嘛，咪是就敢那某一个人的啦。还是某一间企业团体的啦吼，你若要去考察，到一点仔细金，对你就用自由去山顶去采茶，这都是共有财的观念。啊，日本人无同款的吼，吼，啊，日本人哎啊，占落去就引起居民反弹呢，吼，啊，居民反弹要变怎？要变怎处理？日本人就讲啊，开放一部分的土地哦，或者御用绅士可以有利益，就是讲一块料白啊吼，和恁有利益啊，你嘛这地啊，你就讲这个就是我嘛有这个土地一部分吼，哦啊恁无嘛，恁台湾人无嘛，哦，安尼来给抹平哦，啊你若无爱听，就给你抓去派出所。所以这是啊，用个窃盗罪啊打压，这就是把原本合法的变作非法。原本咱去山顶去采茶哦，是合法的，啊，即摆变作非法。哦，啊，就像日本人啊，这个。日本人嘛，组织这林野调
调查会，吼、哦、啊，御用绅士去叫御用绅士去调查，啊，调查的言论偏向日本人，哦，无台湾人的立场，哦，啊，所以庄明愤恨到极点，哦，啊，即马都因为即马这前因吼、哦，就是讲土地这所有权的问题吼、哦，啊，即马就抗日。的属性吼，有一个叫老钱吼，啊，伊是住喺迄带的人吼，啊，因厝会定啦有人来，哎、欸，吼，啊，伊来传播台湾民族的意识，吼，啊，伫南投吼，有一个人叫做林启珍啦吼，伊靠这个臭竹啊吼，啊来做纸啦吼，1910年，吼、哦，伊照常去山顶去采茶的时阵哦，和三菱制纸厂的迄个巡视员发现，跟掠去派出所，哦，啊，去派出所，过去用推，哦，拍甲变重伤，哦，啊，证明看到讲，哎、欸，你甲抢我的山，啊，搁甲拍，哦，啊，虽然来甲留钱诉苦，对，留钱之类哈。诉苦啊！刘乾认为，啊，这时机已经到，发动起义。啊，为德山镇吼，遐开始起义吼，吼、哦、啊，来拍这个丁林派出所吼，丁的所在吼。但是要就这个力量真小吼，啊，随向掠去吼，抗日意识八人奉判死刑，一个人无期徒刑，三个人有期徒刑，无罪的一个人吼，吼、哦、啊去向掠去，拢从容就义，吼、哦，这是一个事件，这事件吼，一件对一件吼，真多吼，林继波事件的后遗症，哈、哦，后遗症就是三菱制纸，哈、哦，专因为哦，那些发生这么大的战争，哈、哦，所以停止生产，嘛停止砍伐林木了，哈、哦。刚刚。1925年，就是日本占台湾30年以后吼，这个定拿吼名副其实，并非三菱社株式会社所有了吼，啊，引起了对抗。哦，啊，有人拒绝交税了吼，啊，等等，啊，迄阵日本的天皇哦，诶，第二小弟哦。徐富公来台湾巡查了，啊，伊大家感觉讲，哦，徐富公来，另外一个管照会使甲日本政府讲，哦，所以因当咪集成千的农民，规个伫拿来车头吼，哦，伫等徐富公来，啊，等徐富公来就是日本的迄个天皇的小弟来哦，啊，拜托天皇。小弟替因讨回公道，哦，啊，日本警察哦，听到全甲来甲这个抓头的九个人抓去，哦，这个就是徐富公，有成迄、那个，有成日本天皇。这徐富公应该是今麦天皇的阿叔啊。啊，这是拿来车站，哦。这个建筑物是也阁同款啦，但是这个是彩色的壁画哦，迄个广告画哦，是今麦的啦，哦。
隔两年七月，哦，洪山农林做法剪辑干结，干结这個人真重要。伊是洪山人，台南师范学校毕业，哦，啊，研究列宁著作，当时共产主义开始。共产主义开始，共产主义是为当时开始，一九一一年，列宁革命成功，列宁革命成功，代表苏联革命成功啊，然后1913年推动第三国际，对全世界宣扬。共产主义，哦，所以伊这个时阵哦，伊这个时阵都研究列宁的著作，哦，啊，1922年九月，哦，啊，佫一个一个人哦，干结甲赵岗、赵岗、赵岗是这个。台中人，台中中学毕业，哦，经营木炭生意，集合着农民70个人，哦，啊，伫即个开会，哦，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嘉义支部，成立大会，哦，啊，迄年过节日本皇族朝鲜公来台湾，哦，啊，想讲要越过台湾总督府的关卡，直接甲日本的朝鲜公，就是皇族来投诉，即个日本官员的迄个恶劣，哦，这东西啊，吼，这剪辑吼，剪辑是剪辑的囝吼，这是伊的囝啦，吼，伊的囝叫做。简明仁是台中电脑的董事长。台中电脑大家知道吗？那个简明仁的某就是王永庆的查某囝，是吧？哦，所以简直是一个哦，啊，这个有替台湾人在打拼，哦。我这哦，这你知道哦，你也得先做呐，做好的代志，做歹的代志吼，拢会团乱。啊，这是朝鲜公，朝鲜公是一个日本的皇族，哦，啊，伊要去见朝鲜公，但是嘛是见无成啦，吼。啊，伊有临时一个起义的吼，在1912年5月6月中间吼，在土库有一个起义事件，啊，这个起义事件哦，也无，因为1912年收到吼，迄阵中国吼，1911年十月初十在武昌起义嘛吼，迄影响哦，啊，所以伊即摆嘛要来驱逐日本人哦，啊。定在6月27日要开始，哦，但是事情日本人就得到消息，就来抓，哦，啊，9月3日抓到这个判死刑、无期徒刑两个人，有期徒刑12个人，哦，这土库起义事件较短啦，吼，哦，啊，苗栗起义事件吼，哦，有真侪项啦，吼，哦。有罗福清，吼，哦，在苗栗，张火罗在大甲，陈阿英在南投，李阿泽在关帝庙，吼，哦，调来吼罗福清的事件吼，吼，哦，即挂代志拢发生在。苗栗的所在吼，所以这个起义事件吼，
日本人拢总个叫做苗栗事件啦，哦，因为南南山山起义啦，吼，哦，罗福清的事件是较复杂啦，吼，罗福清是，当尾广东嘉应州出生的啦，吼，啊，因阿公吼，有土地在台湾啦，吼，啊，1903年来台湾，啊，就嘛，带罗福清来台湾。啊，来台湾的时阵哦，你若台湾，你若做小朋友哦，你无去读书袂使，准强迫伊去读书，所以读日本书哦。啊，伫国民校毕业哦，啊，尾就过缀因老爸转去广东哦，嘉应州哦。啊，但是路过厦门的时阵哦，看到孙中山哦。哦，伊嘛参加同盟会，哦，啊做，踮台湾读小学，就去嘉应州当做当地小学教员啦，专做做小学生说小学毕业都会使去做教员啊啦，吼、哦。到1945年，中国兵啊派来台湾吼，迄要五百人嘛会使来做教员，同款啦吼。罗福清在即个有一段住喺中国，一段住喺南苗吼，啊嘛一段时间住喺台湾吼，啊所以1912年12月8日过来台湾吼，过来台湾就开始咱们遮组织吼，啊组织咱台湾人真好组织吼，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吼，秘密安排即组织。那台湾那要组织那较简单，因为你爱了解，咱台湾人发明了这个，洪门天地会，哦，啊，所以这个洪门天地会你要给消灭，无法度消灭，哦，啊，大家拢知洪门天地会迄个组织，哦，就是对抗满清啦，吼，啊，对抗满清，啊，这个组织伫原来。在晚清占台湾的时间吼，213年中国啊，咱台湾人有革命起义138件，哦，138件，所以晚清政府讲3年一小患，5年一大乱，哦，啊那有法度随甲你换，就是咱有这個组织的能力，哦，啊这個组织能力，哦。这到即阵嘛是还阁存在啦吼。啊，罗福清安排一群人吼，吼啊要滴钱吼，就是讲你入会员吼，到五角的吼，五角1元、8元、3元啦，就是讲你若要做会员爱交钱。准备武装要起义，哦，但是日本有严密的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哦，警察员啊、甲大干，哦，知影讲哎，因要起义吼，啊，所以吼，全开始要掠人，就10月掠到200多人，吼，哦，啊，罗福清也未。伊要袂厉害时阵哦，就偏着边啊，就较紧个藏起来，哦。啊，走去淡水，觅个芝兰三宝吼，大概都是三芝的迄个农民的厝的吼，啊，想要个逃到去中国吼，但是不行，嘛是去用掠去，哦。啊，伊讲罗福清讲记载来台湾三天中。就得到95631的一名的同志啊，这个我看是有较讲较侪啦吼。这罗清的这案件也无去啊吼，啊张飞罗事件，吼，张飞罗事件就是有一个叫张飞罗在台中吼，啊，要袂起义前吼，
事前竟被检举啊，转事前都消灭去啊，哈、哦，这就不值得讲。但阿英哈、哦，啊，今嘛是事前哈、哦、被举发，嘛 out。你阿坐去官邸没有事件哈，啊、哦，嘛是事前，可能和警察啥啊？你爱怎样？这个问题嘛，真严重吼。哦，来，赶快啦吼。自1913年十月到啊1914年一月中间吼，台湾人抗日的拢总有535个人去抓去。1914吼，一四就是日本人已经来占台湾头尾年20年啊，吼，还佫在抗日。啊，这个台湾，这个总督哦，左九间，哦，总督哦。往过即挂事件哦，因每一个事件无一定有关联啦吼，但是拢伫庙里，所以拢叫做庙里事件哦。啊，临时开一个法庭哦，甲罗浩清定哦，抗日志士921人人哦审判哦，结案的时阵判死刑20个人，有期徒刑。大型的285个人吼、哦，啊，但是当时和日本人杀的吼、哦，无算啦吼，无罪34个人，哦、但是这挂人吼、哦，在这个要死的时阵吼、哦，拢表现啊真勇敢，吼、哦，这是台湾人的典范啦吼，哦，这段文章是为这个。书名下的台湾人400年树吼抄来啊，哦，啊，罗福清要死的时阵是1914年3月初3，3月3日的吼、哦，是还有写一首诗绝命诗啊吼，好、哦，啊，这是庙里起义事件，吼、哦，过两件安尼讲吼，啊，要。罗臭头六角起义事件，哦，这1914年，哦，伊想讲要实现台湾独立。台湾在这款情形下，敢有法度独立？敢若咱即阵敢有法度独立？哦，美国是安怎独立的？美国独立的时阵是靠着法国人。法国人呛声，甲英国呛声，你若要搁派兵去美洲吼，我都甲你接。啊，所以英国全无派兵，啊，全和美国独立，这是有外力干预。啊，咱台湾人拢无外力干预下，你要革命，要革命，未成功嘛？哦，咱即阵台湾民政府就是有美国外力干预下面。咱到有法度人安尼，他们才在讲话。哦，这是讲有外力干预。啊，你若无外力干预哦，早互掠个无去。哦，这咱看以前的历史，就知影讲，啊，因那拢无成功。哦，啊，咱大家拢要唔惊死的，唔惊死的一堆人咧。哦，啊，少了都有。这个罗臭头是囡仔时阵学过滚头滚术的吼，啊，买样有汉欧的基础啦吼，哦，啊，但是伊有台湾民族意识，哦，啊，对日本人看真袂低吼，啊，要做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啊，专要起义。啊，有一日，
伊就住喺山顶，啊，住喺山顶的时候，有一日卜卦吼，卜卦讲家己是台湾皇帝，哇，变做皇帝啊咧吼，啊，所以吼，伊就增加信心，吼，就开始研讨起义革命的方法，吼，决定在农历七月揭竿起义，先拍六甲支听，等等。啊，这个拍落了，日本警察紧急状态，所以罗超豪看到这个警察紧张的状态，恐惊这事情可能抓去，所以先发制人，啊，先去弄两个警察派出所，所以一去弄派出所的时候，附近的人啊，大家拢爬起来哦，啊，拢斗阵落去拍。移民军打死警察队长野田文雄因为日本军的迄个武力伤强无法度散，就大家拢散走，真侪无愿意导航的人自杀在山中1914年4月11日台南地方法院判决死刑的八人，无期徒刑的4个人其他的罪。拢总有106个人，而且台湾总皇帝都做不成。即马讲一个较重要的，就是西来庵庵事件。西来庵事件这个叫做达巴尼革命事件。达巴尼是原住民的话，达巴尼达巴尼日本人因为他嘛是玉啊所以把这个地名达巴尼这个地名改做玉井。即卖你要去玉井也真多啊会使去。这个达巴尼事件余清风、罗尊、江丁3个人。因为1915年到1916年，拢做1年2个月的时间，中国的迄个辛亥革命，迄个因素，好刺激到1915年爆发中南部的西来庵革命事件要推翻日本统治，建设台湾国这是抗日革命战争中规模上大牺牲上多的这个革命事件了这达巴尼事件达巴尼事件的男主角余清风余清风是的1879年，伫阿狗都是屏东啦吼。伊死出来了后吼，即六岁时阵有去学汉文吼，十三岁时阵都伫米店工作吼，佫要去干吗店工作吼，17岁时阵日本军来台湾吼，伊嘛参加抗日的军队吼，战败了后，往个暗时的时间，去学日本话，到啊1899年，到1902年，因为伊捌日本人日本话的缘故，互伊去做着一个职务巡查部，巡查的，就是讲巡查部就是巡查的助理啦，巡查部，分发伫阿公店的这个所在服务。但是伊个讲话拢
拢定定要控制着，控制着，所以吼、哦、买手全去互人太大，吼、哦，啊、哦，因为言行中暴露反日，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啊、哦，被革职。这是魏清风，哦，这种相片你看较清楚。这是咱台湾民族英雄，哦，哦，咱即马讲西来安，哦，伊三十岁时阵加入盐水港二十八学会，啥物叫做二十八学会？二十八是啥意思？二十八哦，咱的枕头啊吼，有二十八在。好，这我知影这个吼，过去在这个电视上吼参加二十八兄弟会吼。哦，立办哦，就是咱爱团结哦，恁手十支砖头啊来对，逐节拢有三个骨折嘛吼、哦，啊，干了大拇指吼、哦，两折，啊，加起来都啊二十八折吼、哦，所以二十八吼，定来被荷兰用啊。你讲迄往个天顶个来讲吼，迄可能也是一种讲法，但是吼、哦，咱拢无反对啦吼。哦二十八数会哈，秘密结社哈，啊，这个因为这有真大个宗教色彩，哦，啊，日本人认为台湾各种宗教的行为过于迷信，容易让人受操纵哦，也该视同流氓。讲你这个宗教上过迷信哦，你敢来流氓感官哦。啊，所以1909年，伊也在组织吼，去予日本人侦破吼，有情况吼，啊，去予掠去台东吼，加罗兰普朗加就流氓的收容所哦，啊，到个十个大概放出来。但是就是在监狱内底度过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哦，啊，伊踮咧遐吼，伫阿公店迄个所在做零售保险，吼，诶，啊，寡不完，吼，啊，同时啊，传播抗日吼的思想，哦，啊嘛去用个苦酒、秋酒的名义开设。这碾米厂哦，啊，第一个一个一个所得市哦，台南市哦，西来庵的庙堂董事哦，啊，所以咱们西来庵信徒集中，真侪信徒，所以咱们遐就开始组织起来，哦，哦，啊，后来大家拢在讲反日的心情哦。所以，因为遐就开始咧招募群众，吼、哦、啊，筹募抗日经费，采购武器，吼、哦、啊，余清风都一步照这个来行，吼、哦，这间就是西来庵，吼、哦，但是这间庙怎么敢那无去啊？日本人给拆伊三个关。这是他都在讲余清风，啊，另外伊还佫一个拍啦，就是江丁，哦，江丁，简单一句话讲哦，伊就是内山王，伊在山内底哦，佮去做王啦，哦，内山王，哦，啊，抗日，哦，这个哦，这去用执行死刑以前哦，名就大个姓。身体哦，这个钢筋哦，
罗俊是个家己塔里布吼的所在，就是即卖的迄个后背。吼、哦，日本军来台湾的时阵哦，高兴林的也保良局做过书记，伊不只做保良局的书记，啊，看到日本人袭兵台湾的迄个暴政吼。啊，还有知影高彦宁在日本的迄、那个，和日本人御用绅士卖台恶行啦，哦哦，所以真侪台湾人的变做抗日战士，哦，协助御用绅士，啊，伊在1900年协助御用绅士变成抗日战士，哦，毅然参加义民军对日抗战，啊，啊失败了，伊走去中国，啊，走去中国7年，啊，7年了，伊阁倒来台湾，这个时阵发现伊三个囝拢死，啊，因某啊嫁别人啊，吼，啊，伊有可能哦，日本人发现，所以伊也唔敢久留这个罗准哦。1906年，过去中国行医于汉口，就做医生了哈，在汉口做医生哈。啊，但是1914年，有一个台南人到厦门去找罗准，哦，甲这个台南的这个余清王。要控制的代志，甲伊讲，啊，所以伊就真兴奋，甲伊斗阵倒来台湾，啊嘛，迄个嘛有得到100元的迄个旅费吼，来台湾，哦，这个就是罗准。余清王哦，表面上讲要起庙的名义来募款，啊，募款的钱用在革命的组织、甲武器的购买，哦，啊，因为伊经过三种的介绍哦，哦，甲余清王见面，啊，所以余清王全甲罗准这股势力全结合起来，哦，啊，大家拢抱着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决心，哦，啊，因两个人拢捌踮咧日本政府下骹工作，哦，啊，大家拢深信宗教的力量会使唤起台湾人的团结，哦，啊，斗阵就抓来抗日，哦，准备周旋哦。刷路要等于台南甲台中两地同时起义，哦，啊，这个希望罗准哦发挥力量，因为伊等于中国大个，要采购武器哦，要拜托罗准去采购，啊，啊，同时江丁也该纳进来，哦，哦，所以就有三股势力。余清王捌罗准了后，江丁吼，罗准江丁了后，伊就信心大增加，吼，这革命一定会成啊，积极准备，吼，啊，号召推翻日本统治，建立台湾国，这吼当时俺都要建立台湾国，吼。啊，嘛，王国岳夫啊，奏文吼，啊，江丁在山中所集合的武装抗日的同志啊，愈来愈多，哦，
啊，这个有情况看到有时机成熟啊，吼，这多数的同志集合的所在吼，明确的表示吼，独立自主抗日的决心，用个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名义发出告文吼，预告文吼，啊，要建立台湾国。哦，这个行迄个台独的路线了吼。咱讲台独的路线是行唔着房间啦，毋是无好，是真好，但是行唔着房间，方法唔对，吼、哦。1915年。5月23，为国人有开去厦门一个港口，为国厦门的一个船吼，吼、哦，有一个人吼、哦，有一个台南阿公店的人吼、哦，叫做苏东海，坐这台船的念头，吼、哦，啊，伊边啊还佫两个华侨，吼、哦，啊，苏东海是陆船的手下，但是伊砸一大堆的钱，大批的金钱，准备要去。厦门买军火，吼、哦！啊，另外两个人是陆军的迄个推荐的吼、哦，啊，要到啊中国了后，要介绍军火商给这苏东海，但是伊在这个船顶哦，日本警察看到伊那砸下水钱，砸下水钱，吼、哦！啊，全起疑，啊，起疑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当时啊，掠一日本的迄个计下的查某，就是艺妓啦吼，啊掠起來，啊日本的艺妓要就放出去，啊放出去的时阵哦，这苏东海就拜托写一张批，吼、哦、啊你拜托你吼、哦、到个邮局去啊寄一张批，啊日本人吼、哦，拢滴点点，全把迄张批没收，吼、哦、啊照迄张批的地址吼、哦。哦，啊去抓人，哦，所以这个物件吼，也未开动以前，就已经暴露了行踪吼，哦，啊，所以这日本警察就开始抓人啊，吼，哦，日本警察要抓人哦，是等下所有的人迄个。网路拢清楚啊了，但做一群抓，所以一边拢抓几啊百人，吼、哦，毋是一边抓一个人吼、哦。啊，余清风知影讲啊，这个吼、哦，有日本人一定会来弄来这边吼、哦，所以当机立断，就去来山避避吼，啊。工程的迄、那个去到啊工程的所在吼，啊，即应付要较紧，要应付作战。啊，陆军伫台中吼，嘛、哦、突破警察的这警戒线吼、哦，走入去嘉义，走去内山，吼、哦，啊，伫大举搜捕这三个人，日本人事情已经知影。有千个工程甲罗准三个领袖哦，啊，所以风声鹤唳哦，啊，无偌久就抓到罗准哦，啊，1915年罗准甲三个同志哦，不幸向抓到哦。啊，陆军去互抓去了后，日本要查这个余清风工程的两个人，吼、哦，啊，伫嘉义甲台南阿狗这個、交界的所在吼，这個、山林内底吼，要去查，吼、哦，啊，所以这个6月29，出动270名的警察的部队，8天300人的努力吼，拢抓袂到了吼。哦啊！但是
工程的囝吼，伫路中啊吼，伫玉井崖吼，向战死啊吼。啊，余清风哦，就讲啊，咱卖秀，咱来讲，绝对吼，全吼，王国武装啊，所以就来讲日本人吼，趁这个甲仙堡的迄个警察拢出动的时阵吼，就袭击甲仙堡。台死台湾人巡捕三个人，警察甲家属六个人，啊，抢到六支枪，手枪咧，迄两六支啦吼，啊，都过去袭击大区分吼，啊，袭击蒙阿卡，吼，袭击表和湖，啊，袭击小林警察住宅所，吼，啊，台死日本警察，吼。啊，其他突袭击，总共台死日本人34个人，吼、哦。啊，抗日部队中间也阁有高山族的人嘛有参加，吼、哦。但是寡不敌众哦，战输了吼、哦。啊，但是得到个八月初二的时候，余清风刚定吼。因300个人哦，袭击达巴尼支厅南庄派出所哦，台死日本警察甲家属20多个人哦。即马伊本来去防掠咧，啊，即马反守为攻哦，哦，啊，警察部队败走。啊，即革命军哦，即个时阵已经有千多人哦。余清风率领，吼、哦，第一虎头山，甲这个树立军旗，哦，佮旗啊佮举起来，佮弄过，哦，啊，日本军警哦，300多个人来啊，这个这款的形成的，以及接近内战的情形啦，吼、哦，几千人在吼。哦啊！日本军从正面突击虎头山，哦，这场的战争哦，拢总有300名的革命军哦阵亡，哦。啊！日本兵哦的，这你若有一场大战争出来了哦，就有个报复性的大屠杀，哦，啊。达巴尼诶，报复性大屠杀就又产生了、哦、啊！这个是余清风，啊，这是去用掠去哈，啊，这是日本建设，日本兵啊。这个是余清风的相片。这哦，这是西南们事件哦。这个边啊穿白衫，这是日本警察。啊，来对哦，这中啊这挂人是哦，这个反日本的人哦。啊，头壳戴扎的人啊，的人啊，囥在头壳，互你看，外口人看袂着你是虾米人哈。哦啊！这日本的翻译哈，开设法庭哈、哦，审判被捕的1957人，哦啊，死刑的有866个人，有期徒刑453个，好、哦、啊，其他的哈、哦，啊，余清风。迄阵死的时阵，就37岁。好、哦，这是抗日最大的一个事件。好、哦，啊，但是一边有866个人判死刑，5-6000人的迄个
达巴尼大屠杀，吼、哦，啊，总督府吼、哦，为了总督府吼、哦，就是台湾总督府，为了安抚国内反弹哦，借大正天皇登基为由，哦，特赦，宣告赦免死刑，吼、哦，但是已经受刑95人之外，吼、哦，771人，吼、哦，判无期徒刑，吼、哦，啊。西来庵这庙吼，嘛被日本人拆除，吼、哦，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的迄个判决书啊，吼、哦。啊，江丁，迄阵也未互抓到，吼、哦，伊嘛佫走。但是佫走无偌久。在9月13日，哦，嘛去用掠去。即马这是到啊一段路吼、哦。日本军为1895年5月29日，为奥多停留了后，到啊西来庵事件，1916年5月初一，总共21年。这个21年是台湾人用个武装对抗。日本军哦，这是记录奋起抗日21年哦，啊，这21年以后，都用过无同款的形式来跟日本人诶叛乱吼，迄就是什么文化协会等等的吼、哦，这今日咧讲这款吼、哦，是较。较枯燥，但是恁爱知影讲，咱台湾人无你遐尼容易去受着人的通敌，吼、哦！啊，今日讲阿只，感谢各位。咱请大家起立。今日休困20分钟。